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你并不孤单，又跟大家见面了。一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背景啊，就知道现在呢可能是午夜时分，但不论在哪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把一些社区上的正能量，我们社团的正能量传给大家。今天坐在我身边这位帅气的小伙子呢，他叫白龙，我先给他做了介绍了啊。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在这边的生活状态。白龙先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白龙，我是来自北京，已经移民十年了，在这边呢，现在目前从事餐饮行业，刚刚我的饭店刚刚开业，已经两个月了，可能主持人已经知道了啊，对，我其实说起来比较惭愧啊，白龙喊我阿姨的，不过也没有关系，我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能够保养得更好。那说起保养啦，民以食为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那现在就牵扯到了我们刚才白龙说的这个餐饮业的这方面，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人呢非常在乎养生的这一块。那这养生啊，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知道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巷子开业了，这个巷子呢就叫宽窄巷子，在这里面有哪些养生养心或者是养性格方面的这些餐饮的气质在里面呢？我们今天跟白龙一起来探讨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就展开我们的探讨模式，一起来探寻那个来自于四川的那种又辣又香的那种感觉，也就叫舌尖上的家乡。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首先白龙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餐饮宽窄巷子在哪儿了。很多人好像都知道，对，宽窄巷子是在成都的一个景点，著名景点，已经在那里好几百年了。它为什么叫宽窄巷子呢？它是有两个巷子，一条是宽巷子，一条是窄巷子。现在呢，已经是去成都旅游的人必去的地方。所以我做这个饭店呢，想做的非常地道，所以呢，就给它命名为宽窄巷子。那这个宽窄巷子来到搬到我们多伦多来，是不是有一些真正从成都来的那些食材，或者是说那些好的东西，也是从那边搬过来的？没错，是的。我做的是火锅行业，然后呢，大家知道火锅呢是最好吃的火锅要炒出来的，我们家的火锅呢，饭店呢是每个锅底都是炒5个小时才能出给客人，里边的大概有40多种材料食材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的，比如说3种辣椒，有2斤条、子弹头，然后7星椒，还有一点点的魔鬼椒。2种花椒，青花椒、红花椒、大红袍，这些呢，还有包括豆母子，还有火锅豆瓣，还有10几种的药材，都是从国内四川最好的种植基地直接从国内运过来的，所以呢，要保证客人吃到最好的火锅底料呢，是必备的。我这个一听这个汤底，我就觉得这个垂涎欲滴的感觉，因为这个包括养生10几种药材也在里面，然后呢还有这些其他的什么子弹头、大红袍这些东西，我去看了一次，我喜欢这种火锅的感觉，它里面有子母锅，没错，外面这个大锅可以是红彤彤的，这就为什么今天我要穿这个红色的衣服，感觉像辣椒一样的，然后中间那小个小锅呢又照顾到了不吃辣的这些，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特别重点的。其实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红的和里面的这个清汤锅，就是不吃辣的这个融合在一起。然后很多人说，哎，我在外面涮一下辣的，然后再到里面去再清凉一下，没错，然后呢感觉吃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又容易消化，然后呢感觉又特别好，又觉得没有那么多的负罪感，没错，有时候吃太多辣的感觉就太香了，还会吃得更多啊。你非常懂，我是看了这方面，所以呢我就觉得相当不错，而且呢我比较喜欢你的那个宽窄巷子里面的这些餐具，我给我的一种感觉，这些餐具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没错，就尤其这个子母锅，这个火锅的锅，没错，全部都是用什么样的材质制成，那这些材质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方面的影响？没错，饭店里所有的餐具包括用的铜锅都是由我亲自设计的，饭店里大概有10几种的餐具呢是跟装修风格完全一样，都是突出我的咱们的主题8角9宫，所以您的自助盘到2种自助盘，一种是8角9宫的，一种是平盘也是8角的，包括小碗小碟我都想是符合咱们那个装修风格的，还有就是我饮食的文化是8角9宫，然后咱们的铜锅也是
8角9宫。这个大锅呢，大的一共咱们饭店有两种锅，一种是大锅，一种小锅。大的八角锅有两个形式，一种是子母锅，一种是九宫格。然后呢，小锅呢，可能大家在包括国内见的小锅的八角锅也非常少。这个是我亲自在国内打的膜，打成了八角铜锅膜，然后运到加拿大。啊，这太难得了。这个那八角九宫有什么讲究？对这个人体当中还是我们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个方面来说呢？八角九宫呢，从四川来说，历史对是非常地道的一种吃法。九宫呢是为了便于您把哪个东西放在哪个格里边。好多人呢，比如说是一个整锅，可能他不知道在哪里的就，这个您九宫给他分好格，您哪一块放哪块，而且也不会说把这个很呛的味道串到另外一个。这个方格里边、这个、这吃饭的时候还有一点讲究，没错，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练大脑。记得我这个在这儿了，谁也不许动，其他的人不许动。没错没错，这个特别好，是吧？那、这个对我们养生这一块，或者是说我们身体素质这一块呢，是比较强调一些。没错，看看这个饮食文化的这个历史也是相当悠远的这种长久的。今天我们也学到这一点了啊，其实也非常好，我觉得看到那里面特别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饭店的装修的格式跟颜色，我是相当喜欢，因为那种比较稍微深沉一点的，相当于是岁月沉积的那种感觉，但又不失那么一点俏的感觉，就是你走进去呢，非常大方，非常舒服，然后呢，你又没有觉得像一个老人一样，像那种的沉闷，所以这种风格是也是你自己打造出来的。对，因为设计师，我发现。因为就是我家里呢，就是从事餐饮业已经30年了，然后目前在国内经营的一家饭店呢，就是在一个真正的王府里开的，里边的建筑，我是从小到大就在那儿，我从小在那儿长大的，熏陶出来的，对，然后呢，我是想在父辈上那个设计上稍微的做一些新中式的变化，不想太沉闷，有一些改动，没错。然后又是没有离开那个大的主题，没错没错，在宽窄巷子完全体现在那里。是的，是的。我进去一看，也的确是刚开始进门的时候稍微窄一点，然后感觉到哎，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番洞天？然后结果呢，走进去了一看呢，马上这个宽巷子又出来了，所以这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心情马上敞开一亮。然后等你再走几步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像给我的感觉像这个水帘洞里面的那种感觉。我的确是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就后来我再过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再用另外一种心情来体会它呢，你就会觉得走进去，你看到上面的灯光打下来没有那么刺眼，但又没有那么暗。然后呢，大家时刻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感觉特别柔和，在吃饭，在就餐，所以特别的好。今天我们也跟白龙一起呢，来稍微了解一下关于宽窄巷子的来历和它的历史。那现在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跟大家见面。广告之后我们又跟大家见面了。说起宽窄巷子呢，我们不得不觉得呢，这个好像是在一个很窄的或者是说有限的空间情况下，我们打开的一个自己的属于食客他们自己的一份这个他们想要的这个场地或者他们想要的那种氛围。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在这边创业，尤其是年轻人创业相当辛苦。我们也相信呢，这个白龙整个经历过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有一定的酸甜苦辣的。有没有一件非常难忘的，或者是说中间有没有想要放弃过的这种念头呢？放弃是从来没有，一直坚信。放弃是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一直想做一个，我心里觉得完美的事情。我是不想做一个凑合的事情，来就是对自己事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有这个认真的。对，难忘的事情呢，那可能就是每次，因为我所有的里边的建材。店里的建材除了 drywall 不是加拿大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中国运过来，一共运了15个40尺的 container， 才把里面给堆满。这个饭店当时我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厂房，就四面铁，然后呢地上都是泥土，
当时接手的时候。对，那个场地我知道，在 Borchman 跟 Happy Seven， 就是那个角落，因为那个 Plaza 是新建的，是的，没有太久，是的，所以你用的时候，你要租它的时候，它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框架在那给你，四面铁，然后地上都是泥土。我发现啊，这个小人，这个人不太大，年龄不太大，但是意志力特别坚强啊。这里面可能囊括了非常多的东西，跟我们继续来讲一讲，你是怎么样把这15个40尺的集装箱运过来？刚租下来的时候呢，刚进那个门，我就看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高，我觉得可以做2层，然后呢，又结合了我在国内见到看到的，我就想把它建成中间镂空。然后呢，然后它有一个 patio， 我想把它给封起来来做这个等待区，因为我知道多伦多呢，饭店其实有等待区的非常少，有等待区呢，有的也是很小。对，你吃火锅，火锅就是吃的冬天，冬天呢外面非常冷，我希望给客人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等待环境，所以整个把等待区我不用来做生意，我只用来给客人等待用。然后呢，中间经历了非常多这个设计的细节，因为好多，我请了两批设计师，一批是一个队是在国内，一个在加拿大。国内设计师呢就可以天马行空的想出来，然后天马行空的想出来，但是呢实现起来是有难度的。对，所以这边又请了一个设计团队，然后需要把国内的设计落地，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加拿大政府在管理这方面是非常严的，监管非常严，也用的很大的心血来把国内的这个设计在加拿大落地。就宗宁我觉得就非常难，是比如说宗宁它里面，因为这个政府吧，它对安全考虑是相当重要的，没错，是的，可能你要几个 sprinklers， 然后呢又是这个地方有电，那个地方有水，下水道的，没错等等一系列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等待区，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宽的这个巷子，其实我们去过很多的这个餐馆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等待区的就是一个小方块，然后大家就挤在那地方，没错，然后就一点都不舒服。对，现在我们可以排长龙在这等着。对，里边是有这个板凳，有这个琴椅，这个用琴的形状做出的椅子。对，像公园一样。没错。我就一走进那里边，我觉得我在那等着，不用吃我都舒服，都能饱了的感觉啊。然后我就看着里面人在那吃，一个一个的锅在热气腾腾的，没错，特别好。没错。其实这一路走来辛苦也是非常多。又有家庭的这方面的给予的支持和鼓励。没错没错，家里给我很大的支持。我这个前段时间也看到爸爸也来了，然后跟你帮忙来做这个做那个。没错没错。都是挺辛苦的。对，家里非常帮我的。其实在这边年轻人创业呢，我们也是要非常感谢家里的人，是的，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天时地利和人和。没错，如果缺了三项之一呢，也都是不可以。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天下所有的父母，我们也是在感恩他们。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任何的一点点的小收获，或者未来更大的收获，也都是来自于他们。那白龙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啊，这项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从一个空洞的这个四铁房，四面朝窗的这种房子，把它建成双层楼，这个整个过程大约历时多长时间？历时从施工到结束历时了一年，整一年。那还挺快。是，但是从因为前面要需要给很好的铺垫，铺垫好了才能一年装修完。但是前面总共用了2年时间，一共是3年时间。没错，没错。策划是最难的。从开始租到这个地方到开业，一共用了3年时间。那也挺快。现在是看到这个店开业了，但是我又看到你又特别辛苦，所以整天的，因为每一次我去的时候看到你戴着耳麦，然后要里外的沟通交流，是的，是的，然后还要照顾这些客人食客们的这种情绪，然后要给他们安排座位等等，其实要考虑的方方面面的比较多。是的，是的，是吧？所以就是，但是每次看见客人呢，就是用餐时很愉悦，心情很愉悦，然后见到这个店呢很高兴，觉得回到了国内一样，心里就很高兴的。也是完成了一个夙愿，没错，初步完成了，还要慢慢的走下去。没错，其实这个走下去坚持也是最难的。是的，没错，是吧？我们也希望在这整个的过程坚持过程当中呢，其实白龙你是非常有毅力的一个年轻人，就是创业本身就挺难，但守业可能是相对更难一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我相信这个守业的过程也会做得非常好。是的。那其实每一次说起来食客的心理呢，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食客呢都是希望反馈，所以现在在微博上我看到好多人都在说，
宽窄巷子里面的什么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吃。不过这些好吃的东西呢，我们还要给大家留一下，我们留一个悬念，因为里面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我发现这个厨师在后面呢，就像打仗似的。是的，是的。他们就是马上要上这个菜，而且菜走的菜流量特别快。是的，是的。是吧？说明大家吃得很开心。对，没错。而且关键是我看到白龙这个店里面呢，就是。好像大家浪费的不是特别的多。是的，因为这点特别好。因为在加拿大的华人呢，整体素质是非常高的，这点我非常肯定。因为一开始呢，没有任何的说，拒绝浪费啊，这些就是文字显示出来在那个饭店里边，但是大家呢是非常自觉，这点非常肯定一下，咱们在加拿大的华人现在做得非常不错。特别好啊，那你看着我们借着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的这个屏幕平台呢，我们还要感谢各位食客朋友们，因为不浪费呢，本身是对自己和对我们餐饮业的这些朋友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自我的这种素质的体现，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直保持这个良好的风俗习惯。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再休息一下，等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见。广告之后我们又跟大家见面了。一说起火锅呀，我就想起来了，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一家人团团圆圆围坐在一起啊，吃点火锅。有没有涮饺子的？有，我们是有云吞的。有云吞的。有云吞。对，因为我就觉得全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饺子就是最能够有代表的啊。对，说起食材来呢，我们也要跟这个白龙来说一说。我应该叫您白总啊，来人说一说。你叫小白行吗？小白不可以。这个食材方面，新鲜地道，然后味道又好。我发现了你家那个白菜，我吃起来都不一样，是吧？我去吃的时候，我说其他东西我品不出来味道，我只要一个白菜，因为我的感觉就是我在中国，因为我在大连，我们的家乡，我家乡的大连的，对，我家乡的大连，对，我们家乡的这个白菜吃起来跟这边的白菜不一样，这边的白菜好像水分更多，但是味道稍微弱了，牵强一点。是的，是的。但是你家的那个白菜，这个宽窄巷子的白菜吃起来跟我家乡的白菜是一样的味道，所以就跟我们说一说食材在选择方面有哪些，这个方便说吧。方便说，方便说。我们在开业之前呢，几乎把东的所有的供货商全都厂子都去了一遍，每一样都精挑细选，每一样呢我们都需要采购回来，然后涮到我们自己的锅里边来尝尝这个口味是不是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好多呢，好多的，比如说您可能说，您说当地的白菜不太好吃，可能就是加拿大或者美国产的。我们现在用的不少的这个蔬菜呢，是国内有的公司呢可以空运过来的。我们是用这些蔬菜，特供的，没错，来替代当地的这些蔬菜，然后大家找到这个中国在国内饮食的这个口味的感觉。所以我真那天我就吃白菜吃得我饱饱的。我相信有更多的，我还身边有非常多的这些比较喜欢吃海鲜的，海鲜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比较稍微注意一些，对，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它太新鲜，可能存放不是特别容易存放。是的。白龙也跟我们说说海鲜是从哪儿来的。海鲜呢，我们是把多伦多最大的四个供货商，每个厂子呢我们也是都转了一遍，然后呢在里边选出了这个最适合涮火锅的海鲜，因为有大部分的海鲜是不适合涮火锅的，把这些能涮火锅的材料呢再在里边选出最好的，哪个厂子做的最好，供货是最好的，我们把这些食材来给食客们食用。太好了，你看这多有福气，这有这样的一个负责人在里面，然后呢所有的东西我们吃之前他都先吃过了，所以他知道哪一个，最关键是我们的胃里都是相同的，就是东方人的胃里呢大约都吃这些东西，这些口味都差不多，所以呢这是比较好的。我那天看了，哎，这个一片热气腾腾的感觉，像整个的一个大家族在过年的这种，尤其在春节的时候啊，是的，现在也是，今天外面下着雪，飘着雪花，等一下呢我们结束之后再去涮一下火锅啊，也是特别温暖。那其实说起来温暖呢，这个白龙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两个可爱的女儿我也就是非常喜欢，然后呢一个非常可爱，然后呢又很会料理家务的这个太太，在家里面打点着我们这后面的江山，那可以说是白龙后面你就不用担心了啊，没错，所以在前面冲刺的是你，没错，对，白龙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
爱情史，跳跃的比较快啊。我倒是希望能够挖掘出一点的比较更加人性的东西，给我们来聊一聊。可以，可以。我呢是，其实按父辈的说法是算早恋。我跟我早恋我跟我太太啊，我们俩呢是17的时候就在一起了。17岁，对，17就在一起了。然后当时他是16，我是17，到今年的3月18号，我们就已经是11年了，已经在一起11年了。老夫老妻，年轻的老夫老妻啊，是的，是的，也是一路也有坎坷，但是总体来说是非常顺的，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有孩子有孩子，非常的顺。然后呢，我太太是在我的背后帮我非常多，不光是家庭，还有就是饭店也管了非常多，饭店的账、饭店的出粮、员工的出粮都是我太太在管，这些呢，这些如果有一个人在帮你的话，前面你往前冲的时候是非常顺的，对，你就可以放心的冲。没错，没错。看来这个父辈给我们的帮助呢是一方面的，然后呢家庭这个平代之间呢，尤其是家庭这个给你的这些帮助或者后面的这些支持，让你更放心的往前去冲，这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两个宝宝，尤其是秋果，特别虎的样子，特别可爱。我每一次看到他喊我阿姨，然后就人就没了，然后就自己去吃橘子了。是我们那次也是在宽窄巷子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 hot， 告诉我那个火锅非常辣，是告诉我很热，特别好啊。这个一派欣欣向荣的这种感觉呢是特别温馨，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第一代，不论您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移民来到我们加拿大的，生活在这边的朋友呢，也能够希望像白龙和他的家庭一样的这种感觉，温馨平静简单，这就是最好的。其实我们在这边创业，很多时候呢在打拼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呀会发生，那不论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走过，没错，克服一些困难。其实走过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别有洞天。那我们今天跟白龙聊了很多这个关于宽窄巷子的这些事情，正式开业是哪一天？白龙，正式开业是3月18号。3月18号，今天是10号，下周六，也就是下周六哈，正式开业。对，那在电视机前邀请一下我们这个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到你的宽窄巷子坐一坐。对，好的，好吧。现在呢，我们的试营业已经快结束了。已经准备，已经把所有该准备好的东西都为各位食客准备好了，欢迎大家能光临宽窄巷子，我会在那儿等着您，谢谢。好，那如果我在这边呢，我也代表我自己来邀请大家到那边去。如果您走进我们宽窄巷子呢，你看到一位呢戴着耳机，然后呢在不停忙碌的那个人呢，就是我们的白龙，我们的总裁。那在那里面呢，我们可以大家跟您一起打招呼，走进宽窄巷子，您就会走进我们的食物殿堂，同时也走进你胃里的最尖的那一部分。其实呢，记忆当中最美的东西就是我们吃过的经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吃得开心快乐，而且吃得健康。也感谢白龙今天做客我们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谢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谢谢大家。